会有他的一个说法。他特别强调抗日，抗日战争呢，正面作战是国民党的，对，敌后作战是共产党。那这是四三年签订的开罗宣言，明确声明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，例如东北四省、台湾、澎湖群岛归还中国，是日本投降，包括中国战区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。这个中的船上啊，带了一根麻子，然后他就答应，如果说能够打赢的话，一定在台湾上盖一根更大的麻子。所以答应之后，他真的是做了。那个麻子庙好大，我还是上去爬到第七层，那个庙祝跟我讲了，那个麻子的手啊是可以动的。他问我说：“你要不跟他握手？”我说：“谢谢了。”那明确表示中国呢要收复台湾。那当时为了收复台湾呢，也做了很多的工作。四三年的时候呢，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。啊，44年举办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，为收复台湾储备干部。在台湾纪念孙中山建党42周时发表的文章说：“台湾乃中国之台湾，民族乃中国之民族，土地乃中国之土地。”